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我就差没再等等再等等。你们平时不听，就咱家这个心相印的厕纸啊，谁是花 29.9 买的20卷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啊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楼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，厂家呢是 29.9 啊，给咱发20卷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 26.9 给咱发20卷这个心相印的厕纸啊，满满一整箱。咱看一下啊，咱家这个呢是心相印的厕纸啊，120节的四层加厚的，它这个呢使用的是100%的啊原生木浆。看一下这个纹理啊，都是这种贝壳的牙花啊，看一下啊，贝壳的牙花。最主要呢，咱家这个厕纸啊是遇水即溶的啊，它这个纸啊放到马桶里啊是可以直接溶掉的啊，咱平常呢没有习惯放那个纸篓里啊，放这个马桶里啊直接可以冲散掉的。看一下啊，一节一节的，一共呢是120节，四层加厚无味的啊，而且呢是100%的原生木浆啊，心相印的大品牌啊，咱用着更放心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26.9啊，给咱发20卷这个厕纸啊，满满一整箱啊，这个屏幕啊都放不下了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26.9啊，给咱发20卷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